叫隧道的男朋友，他的电话号码是119，在为难的时候和你手牵手，第时间出现不找借口。这就是隧道，隧道的男朋友，他的电话号码是119，在为难的时候和你手牵手，第时间出现不找借口。要知道没有人天生就勇敢，那都是责任和担当在呐喊，一起面对困难和创伤，热血护卫人民幸福安康。我们是一支青春阳光的队伍，领袖训词引领我们迈步，当山赶上火海也要敢闯，挺起脊梁抓住每一丝希望。我宣誓，我誓愿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，为党忠诚，戒律严明，不怕老虎，竭诚为民。突遇火灾的你切莫惊慌，安全出口会发出绿光，低头弯腰捂住口鼻，快速撤离才是火场逃生真理。消防车道要时刻保持通畅，纸板杂物就别在楼道叠放，消防安全要时刻记在心间，男朋友会守护在您身边。有个随叫随到的男朋友，他的电话号码是119，在危难的时候和你手牵手，第时间出现不找借口。这就是随叫随到的男朋友，他的电话号码是119，在危难的时候和你手牵手，第时间出现不找借口。我们